燕家干、蒋经国、顾正刚、荒少谷、倪文耀、谢东民、黄杰、张其云、袁守谦、郑艳芬、徐庆忠、沈昌焕、蒋彦士、李国鼎、高奎渊、郭继、孙运选、赖明汤、林挺生、郭称、王运元等21同志为中央常委员。今天是我们黄埔中官学校建校，也就是国民革命成军50年的周年纪念。现在我们来齐声高呼：“黄埔精神万岁！”三民主义万岁！中华民国万岁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！总统万岁！万岁！